家不要误会啊，这秘法是什么秘密啊？秘法没有什么秘密啊，在释迦牟尼佛的旗下没有秘密。佛法讲的秘密啊，是指佛这么说，你那么听，你听的不是佛讲的。那么要了解佛陀的心啊，用你的想法你想象不到。以这样的原因呢、说佛陀的心是什么，它叫秘密。并不是说啊，佛陀有什么东西留着哈，等人家私底下来我再秘密的给他哦，没有这种法，这个不叫佛法。佛陀啊，对所有的众生啊，他都公开，他都这样讲。但是啊，人因为他的生活背景，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个人的种种原因，所以对于佛陀这一个自真等正觉的境界，他没有办法体会，所以叫做秘密，是这个样子。并不是佛陀啊，他对哪一种人特别喜欢，所以呢就把这个燕窝哦，或者是鹿茸，还是人参哦，特别啊留给啊他喜欢的弟子，所以这个叫秘密，绝对不是这样。佛陀是完全的公开，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可言，知道吗？所以大家来参与所谓秘法的修行啊，你也不要以为说这里面有哪些啊是外面得不到的。我告诉各位，本道场里面的法，那就是本道场的法，外面你也可以去流通，我们没有啊禁止。所以我们在这个法本中啊，法本有没有第一页啊，我们特别啊跟各位做一个很明白的一个宣言。你看看你这个灌顶法的这一本有没有，有没有拿到第一页？可能你们那一本手册可能没有啊，有吗？我念一遍哈，华严密法修学须知有没有啊？密法修学啊，坊间有传言啊，未经传法灌顶不得私下修学，否则视为道法，有没有？是不是外面都常常这样讲？我们说啊，此说非实意，这不是真实的，佛陀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吾等行者发愿修学释迦以法，并无有著作权的争议。我已经先把你标出来了、佛陀没有说这个法归你的，将来要到你这里修学、红包包多少、不达多少以上你可以不传给他，他没有这样讲啊，他没有这样讲 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先弄清楚。然而可是呢，我们话要讲回来，行者应以恭敬心、虔诚心、殊胜心受之。哎，你不要说反正这不要钱的，我来试试看，这个叫轻慢心、我来比比看这个道场好还是那个道场好，这个上师高明还是那个上师高明。那你要这样的，那我告诉你，你就叫无上师啊。什么叫无上师知道吗？没有上师叫无上师嘛。我们那青小姐就是没有上师嘛，所以叫做青小姐无上师嘛，对不对？不要搞错了，不能够啊有那种轻慢心、比较心，那个是世俗人的心。我们是个修行者，不应该如此，应该要以恭敬心、虔诚心、殊胜心来接受。
只遇善事良导，遇到啊善知识啊好的指导者，理应啊谦下求学，哦，要谦下求学。若唯有法本而不遇知识指引，假如你遇到法本而没有啊善知识啊，没有上师可以指导你，那么你仍然应该在佛像前，假如连佛像也没有，亦应秉赤诚心，哦，自心顶礼求法，仍可私自修行，知道吗？这已经跟你讲得很明白了，哦，没有善知识，也没有佛像，那么你自己啊，假如你是以高下心、傲慢心、考验心来测试啊，好坏啊，哦，良辅，这仗道四起啊，无有是处。哦，你要以这种心来讲啊，那你的师父就算释迦牟尼佛也没用了，啊，也没用了，啊，哦，要记得这一个心。是故普劝行者，法不孤起，障缘乃是，望后来者善守师道，常养法身慧命，恕不负前贤接种之苦心，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不管你在哪里，遇到有这个法本啊，绝对的恭敬心，你可以修学，哦，可以修学。我在这里啊，已经这样告诉各位。但是假如有善知识要指导你，你不愿意去接受，自己在那边呢，啊，哼，我比你厉害，嗯，这个我自己来就可以啊，这个叫高下心，这就不行了，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告诉各位，传法灌顶啊，是一个啊正式的仪式，就像皈依三宝一样，一定要皈依吗？那也倒未必啊，对不对？你做得啊如法，如三宝之法，那你就是标准的佛弟子。可是呢，你假如一有高下心，对于身重身薄，哦，不能恭敬，那就没有意义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啊，只要有这些大德，我们统称大德，出家众啊，在世，那不管他修得好不好，或者啊，他可能啊是专门在跟人家办理法事的这些筛工，只要他献个出家相，你以自诚心向他皈依啊，那就对了，那就对了。他自己不知上进是他个人的事，他个人色身化身的部分你不要管他，你皈依他是因为他信三宝相，他已经是宝了，你从法身上面呢来接引这个佛法，你要了解啊，知道吗？啊，绝对不从外相看。想当年二十几年前，我皈依的师父，他是每个月啊到地藏王菩萨那边去开会的人啊，我还以为他真的很厉害啊。啊，我说师父，人家和尚不是要剃头吗？啊，你这个小孩子懂什么啊？我哪有时间剃头？我照样的非常恭敬，一直到现在。听说他病了，有人跟我讲，我说你认识他？他说认识。我说你跟他讲，说我请他到回道场来住。他跟他讲了以后，他说他不敢回来。我们的恭敬心要有，他不敢回来是他的事。大家要知道，我们学习者要有学习者的正确态度，绝对不要迷信。这二十几年来，台湾有两股啊非常奇怪的现象，一种啊就是净土宗，一种啊是西藏的密教，这个在台湾泛滥了，
都是很不正常的情况。本来我是不想把这秘法讲，也不想传，因为大家的观念都错误的，都错误了。可是我们不是没有秘法，我们不是没有净土，所以我们一定要冠上华严两个字，华严秘法，它绝对啊跟西藏秘法现在时下流行的那一种观念完全不同啊。你不要说齁、哦、要抓鬼道士抓不到，叫和尚去抓，和尚比道士厉害。和尚啊抓不到鬼以后再请喇嘛去抓，喇嘛比和尚更厉害啊。那是演戏的，你不要看戏看久了齁、哦、以为真的是这样啊。告诉你啊，凡夫就是凡夫啊，他站在棒上秤啊，他几公斤就是几公斤啊，他不见得说他站到棒上去称了、啊、他的公斤数啊就等于零了、啊、没有那回事啊，都是凡夫啊。但是啊西藏秘法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你看他们的文宣传单，每一个喇嘛要出来啊，通通都是啊尊贵的喇嘛，殊胜的上师。我们哦嗯，哪一个叫你的师父说尊贵的师父啊？当有一个人说我那殊胜的师父哦，你一定会起鸡皮疙瘩。你看，但是你叫啊尊贵的喇嘛哦，你不殊胜不尊贵，你自己的师父是不是也那么殊胜那么尊贵？你就是没有这个信心呐、啊。所以有些人说要修秘法，他先看看你师父传承在哪里，对不对？你可以告诉他，我师父直接从文殊师利菩萨得秘法传承。他要告诉你说我们的上师就是文殊菩萨化身、哦、那你就可以告诉他，那我师父就是文殊菩萨、哦、不是不要化身啦、啊、他本身就是啦、啊、看谁厉害啊，这个叫吹牛啊，台湾话讲的碰轰啊。这种恭敬心啊我们要有，但是啊恭敬以后所讲出来的真实性有多少，那你自己要能够知道，要能够知道。你看西藏的喇嘛哪一个不讲他是哪个菩萨哪个佛转世化身的、啊，那有用吗？不必这样讲，我们告诉各位的是法，你要有那么一个可行之法，透过这个法怎么到达佛陀的境界，这个才重要。现在的问题啊，法的本身这个定位啊一定要明确，一定要很明确这条路。然后呢我们要的就是我现在到底是属于哪一块料子，你自己看得清楚吗？你是棉织的还是毛织的还是麻织的？你这块料子是适合当毛布啊还是适合当西装？要先搞清楚啊。然后啊我们再从这个定位开始做提升自己的水平跟提升的方法。因为我们刚才跟各位谈到，每个人因为他的性相、他的教育背景、他的个性还有他种族性的先天性有种种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啊都能够一视同仁，知道吗？我们绿岛知道哈，有很多名人都住在那里啊。那么政府当年呢、啊、为了改善居民住的环境，在那边盖了很多房子给他们住，结果那些人呢、啊、住不下去，就把房子啊腾出来给租子给租啊住啊，然后自己啊去住啊
租住的地方。他说啊，那个地方住起来比较凉快。同样，政府花钱盖房子，给不同的民族啊来使用。有的民族啊就抢得要死，然后房子一直涨价，尤其台北这个民族啊。那绿岛那个民族呢，他就不要，他就说啊，那个房子给租住，那自己呢去住租住的房子。有没有？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族群啊所做的反应啊，那就是不一样。那你不能够说他错，只是同样的条件跟水平所得到的答案呢是不同的。意思啊，同样的，我们现在在从事这个心灵工程，那大家也应该要留意一下。有些人假如按照佛法来讲，贪嗔痴各有不同，有的贪心重，有的嗔心重，有的痴心重，有的等分，贪嗔痴都有不太重，对不对？那么对于一件事情的反应它就不一样，对于一个教法它的领受也不同。因为这些差异啊，我们就很难呢、说用同样一个教法来要求所有的人呢、通通达到相同的目标。所以现在啊，从果地向因地来讲，那么可以有种种法门给各位，可是从各位啊，是从因地向果地说，那么我们从因地向果地啊，自己就要去找你自己的法门了。你自己看看，我们贪心重呢，还是嗔心重呢，还是愚痴心重呢，或者都差不多差不多，半斤八两哦，通通都有啊。碰到好吃的贪心重，碰到不如意的痴心重啊，碰到用脑筋的就愚痴心重，有没有？像这种情况的人，那个差别很大，他的学法也不同，修法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什么都好啊，什么都好，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等到发生问题的时候，哪样呢？怎么会这样？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你看看这样的情况，他要修学的方法那跟人家怎么会相同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看看自己属于哪一份资料，那我才能够知道说我要怎么用功。自己连自己是个什么状况都搞不清楚啊，我们要再反过来问你为什么进佛门。哎呦，我无聊嘛，对不对？啊，无聊啊，所以就拜佛拜一拜呀，台湾话讲的蒙拜呀，为什么要诵经啊？蒙凶啊，为什么要念佛啊？蒙念吗？这蒙念吗？蒙拜呀，你想要什么成就？要想修行啊，就一定要有方法，自己一定要找出方法来。就像我们在家里持家养家活口，你要有你自己的一套，不能没有那一套。那这个功夫啊要自己下，自己下。假如你常常遇到这种状况，上司在跟你开导怎么修怎么修，你常常好像摸不到重点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这种讲法不适合你，就马上很明显的你还要再讲再找另外一个方法。因为我这样讲听不懂，你不要一直在问为什么，有没有别的方法哦？比如说秘法我修不来，那我修禅法，
对不对？禅法修不来，那有净土啊，啊，再不行，不然持戒嘛。那么持戒有持戒的方法，念佛有念佛的方法，那你修密法有密法的方法。同样，我们密法里头法门很多，法门很多。现在我们大家意识污染严重啊，你不知道，有很多不认识字的人啊，那很好玩。同样一个咒语打开摆在他眼前，有的就会头晕了、有的就会神情非常的清爽。同样一篇经文你打开给他看，他完全不识字。同样的不同的经文他字都不认识啊，就摆在那个地方，他会福至心灵。所以我常跟各位讲说，你要留一点时间让你给经典来看看你啊，因为你认识字，你常常会觉得是你在看经。我告诉你啊，把我们自己啊放笨一点，去给经本看看你，不要说你读经，让经本来读读你，知道吗？这个角色能不能扮演一下，转换一下？哎，我们读经，你是通通用意识形态，告诉你，你要能够不用意识形态读经啊，你早就开悟了。所以你现在在心里头啊，自己转一下，转一下，让经典来看我，让经典来读我，会不会？我们到动物园是去看猴子，还是去动物园给猴子看？你说下雨了，雨淋到我身上，你有没有想过是我淋到雨身上？你能不能感受这一点？把自己呀、做一个全方位完全的改变一下，这是只有修行人能体会的一个专利，不是修行人他体会不到这一点。你看那小孩子在玩，你去注意看小孩子在玩，到底是小孩子在玩球，还是球在玩小孩子？小孩子在跟狗玩，你注意看狗在玩小孩子，还是小孩子在玩狗？你注意看看，我们大人为什么跟狗合不来？因为你常常要打狗啊，对不对？狗伸出舌头来，你就嫌它不卫生，不知道有没有艾滋病。小孩子不会，狗伸舌头，他也跟他伸舌头。到底是谁在玩谁？大自然的存在是这么和谐，这么美好，我们感受不到，那就是你的秘密啦。那就是你的秘密啦。秘法在哪里？就在这里呀。佛有没有讲？有讲啊。你看得到吗？你听得到吗？佛陀讲法不是站在人的立场啊，站在动物的立场，不是。佛是站在宇宙法界一真的立场上讲的。所以佛讲经啊是完全随缘。那个随缘跟你讲的随缘不一样。我们讲的随缘是我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那哪有随缘啊？佛在这个一棵树、一朵花、一个人，当佛在转法轮的时候，这些通通叫众生一起在听闻佛法。我们呢，那就不一样了。你会去跟一个石头讲话吗？你不会的。你跟人讲话都讲到人变石头了，对不对？说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你跟人讲话都讲到这个样子了。你看道生法师跟石头讲话讲到顽石点头，有没有？我们行吗？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你未必能了解，即使这样尽兴，这样随缘，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做到，我们都体会不到，这个叫秘密啊，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修密法它有几个特色，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基础上的一个认识。
第一个你会看到，我们要修密法，密法有很多坛城，坛城，坛城里头啊，它的布置啊，可以说啊，富丽堂皇，哦，五花十色，哦，讲个比较不上道的话，那叫做哈，玲珑满目，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有，什么宝都有。为什么？那么摆这些要怎么摆设？哎，它有规矩的。那么这个规矩在哪里？这个我们从初学的立场来讲啊，学这个规矩啊，就叫做密，就叫做密。现在摆着，你看，你看得到吗？这是从向上来看，从向上来看，啊，为什么这样摆设？它有什么？这个摆设外在的像，我们叫做坛城，而事实上啊，坛城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外坛城，现在你所看的这些都是外坛城，外面的坛城，透过外坛城的布置啊。那你自己内坛城要建立，要建立。所以第一个行法，我们首先就讲供养，供养，供养是透过啊外坛城啊，要培养你的内坛城。所以我们在讲习中也跟各位讲，供养啊两个字啊，就法身来讲啊，它其实就是培养，培养我们的善根福德之良，培养我们的。菩提道，菩提道上所需要的资粮，这个叫供养。所以从外向上你要参与，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参加的就在这个地方，你要参加常供，希望各位来参加，你有能力你尽量参与不要紧，没有能力也无所谓哦，你至少要有欢喜心来赞叹，对不对？你看有能力的人啊，他金银珠宝拿来，啊，我没能力啊，我替他送过去嘛，可以吗？对不对？你同样的分享，同样的分享。我们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没有钱不要紧，我们随喜赞叹。怕的就是啊。人家出钱，那你在那边出怨，怨知道吗？出怨气呀，嗯，唉，两年前就好了，两年前股票还没跌的时候，哼，还100万、1000万都没问题，你少讲过气的话，哦，两年前、五年前、十年前都没有用了，现在当下这个因缘才重要，你这个时候不能够不要紧，那我欢喜心。来参与，这个就是啊，透过外在我们来认知。那么这里面呢、啊，有种种的宝。我们告诉各位啊，这些宝啊，是我买的，没有错，绝对是我买的。我买的，你出钱呐、啊，啊，对不对？因为我身上的钱都是各位给的，各位大小红包一包一包拿来啊。我就是把它兑换到这里来，啊、哦，还有一些啊，同修发心，啊、哦，像我们真香师姐，她就很发心，她收藏了几十年的宝，就借着这个时候，她一直溜出来，啊、哦，每次叫她说帮我把念珠串一下啊，串一下，她自己就挖几个填上去，这个叫随喜功德，她福德很大，嗯，她这种欢喜心呐、啊。都是供养给各位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些，像那陈娟娟，有没有打那个十字杵啊、哦？打那个五色杵，都是供养的。他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都是啊，跟各位啊结广大深厚的善缘、哦、啊。有些人忙，那不要紧。你身上带有什么，那你就捐出来嘛。早上
各位所提供的这些金饰啊，我们会把它做成啊那个八旗响啊，不管里面的成色多少，我们跟金店呢、啊、来协调这个问题，全部把它转换啊，有的是 8K 的，有的 14K 的，有的 20K 的，有的 24K 的，不要紧哦，他们比较内行，他们会去换算，换算成24足金，那我们就像后面摆的八旗响这样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做八旗响的贡品。那么下一次呢，你看到了哎，里面都有你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所出的不多，但是呢那都是各位的实力，都是各位的，我们从这个地方一步一步来。同样的，除了这些贡品以外，它有各种摆设方式，我们是希望今天各位你来参加这几天当中啊，你要尽量的问坛城里头啊，哦，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跑进来，因为这些宝啊身重啊要负责代理各位啊来管理这些我们叫管藏的宝啊，哦，我们不能叫管藏，叫市场啊，管是博物馆嘛，啊，我们华严寺嘛，华严寺里面收藏的这些宝，这些都是各位的供养，那么他们有责任要把它顾好。然后大家都每一个人自己啊零零乱乱的进来啊，那东西掉了，我们没有办法哦，说来责怪啊，这些负责的相当是引理师，所以希望说啊，大家能够啊分组，一组一组进来，那请师父啊来一个一个跟你介绍哦，给你介绍这里面的宝为什么这样布置，你将来你在家里要自己布置坛城的时候，你才知道坛城的布置啊。我们在台中跟高雄啊，详细的部分呢、啊，大概有跟大家谈过了啊、哦。假如各位想要更进一步明白啊，那应该请录音带回去听啊、哦。一般来讲啊，我们所布置的通通叫做总坛城啊。这个坛城里面包括四个部分。通常啊，四个部分是分开布置，但是我们台湾呢、啊，台湾你在家里设佛堂拜拜的这个部分，它通通叫做密坛，密法的坛城。所以密法坛城本身呢、啊，第一个条件就是五具足，除了佛像以外，要五个具足，哪五个啊？一个就是烛台一对。两个花瓶一对，两个香炉一个，一共五个。就佛像以外啊，这个就是贡品了、啊，就贡品了、啊。那我们呢，不知道，哎，摆了这样一个坛城啊，还说你修净土的哈、哦，那真的是哈、哦，有够冤枉。你在修什么法，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跟各位讲。台湾的净土念佛啊，根本上它就是密法，它就密法，因为你的坛城已经布置下去了，然后你再有一个法本叫做佛说阿弥陀经，然后你又有一个咒语，那咒语叫南无阿弥陀佛，有没有？你完全记住了，你完全记住了，可是你不知道啊，你只有一个啊，人家误导你的心念说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就一直以为是这个样子，其实啊，往生只是修法过程当中的一个步骤而已，一个步骤而已啊，往生极乐世界不是终点啊，不是终点啊，它只是一个过程啊，你透过这样的坛城布置，你观想着本尊叫做阿弥陀佛，有没有？哦，到最后临命终时他来接引，你要看清楚啊，嗯，他的莲花是红莲花、白莲花，还是黄莲花、青莲花？然后那个万字呢是右旋呢、左旋呢？啊，有没有歪一边呢？要不然听说那是魔啊，
哦，你弄了这么一堆哈、哦，已经都走偏了，都走偏了。观想，他叫你怎么观想，有一个观想的步骤。但是大家知道，你所观想的绝对不是画的或雕的那一个，你要记得，假如你认为是画的或雕的那一个，那你就完蛋了，就完蛋了。阿弥陀佛是什么？你要带着疑情去参，这个样子啊，你想想看，你挂的这一副，那阿弥陀佛就长成这个样子。那你假如挂成另外一副，阿弥陀佛是不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到我请问你，到了极乐世界，哪一个才是你的阿弥陀佛？关键在这里啊，所以啊，不是这么执着。但是呢，我们已经被扭曲了，因为你在修密法，不是在修那一种非常的僵化的法门。所以跟各位讲，不止坛城是这个样子，你所做的功课根本上都是密法的功课。你看早课、晚课、五供、施食，哪一个不是密法？而且很奇怪，你再看看大悲咒、十小咒，有没有？你发生什么事情呢？最起码白衣大士神咒，通通啊都是密法。你能够说你不是在学密法吗？你想想看，你看那课诵本，你打开看看，从头到尾都是密法，怎么能够叫显教呢？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这样讲，台湾的佛教徒啊，不认识佛教，什么叫佛教，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这个谁要负责啊？师父要负责。但是啊，我们都是一群无上师啊，所以呢，下面就是一群啊糊涂弟子啊，一直混下去啊，这个错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说实在，我们要修密法，对于各位来讲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也有这样的基础，有这样的基础，密法在台湾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普遍的，已经进入到你的家里，长久以来你也都是一直在修密法，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有没有？从小人家就教你啊，遇到事情啊，不如意啊，唵嘛呢叭叭吽，唵嘛呢叭叭吽，密法你已经在修了，谁教你的？那个就是你的上司啊，对不对？他有没有说要灌顶啊，要传法啊？你有稍微用点心，你就会发现唵嘛呢叭叭吽非常相应啊，你知道吗？啊，现在因为啊念佛人越来越多啊，所以你遇到问题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哎，你也解决问题的。刚才我们讲过，南无阿弥陀佛六个音啊，通通都是咒语梵音啊，没有一个是中国音啊，对不对？它不是密法吗？可是我们竟然都不知道啊。那么观世音菩萨，那就是中国话了。观世音菩萨是中国话，可是阿弥陀佛啊，它根本上就是咒语啊，有没有？但是我们长久以来都不知道，你说你冤枉不冤枉？我们泡在法海里啊，经营的通通都是甘露啊，原汁甘露啊，不是原汁牛肉面的，可是你竟然不懂得啊，还要糟蹋他，还要否认他，你不觉得有够冤枉吗？所以我们这一会啊，
最主要的是要各位能够觉醒，认识到我们周遭的法宝是多么的殊胜，多么的殊胜。我们这个礼拜要各位来，就是要各位来学习完整的坛城要怎么布置，要怎么供养啊、法本呢，要怎么修学，要怎么起观，要这样一步一步来。我们这一会主要是给各位做一个基础，因为密法长久以来我们没有学习，甚至有人还排斥它，看看我们的佛像就那么庄严，看看密法，你看看两个抱在一起，一个人那么多头，像什么嘛？我又不穿衣服，你就想入非非啊。所以呢，有排斥感，有的是莫名其妙的，一直把它神圣化，神化，到底神圣在哪里也不知道，反正两个抱在一起很舒服就对了。那这个都不对，那都是极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跟各位讲，以后我们会一个一个法，现在我们讲的都是总持法，都是基础，都是基础。不管你在外面密法修学多久，我告诉你，我敢跟你肯定，绝对没有基础。为什么呢？你要知道那些证明吗？你想想看，一个喇嘛他要培养多久他才能叫仁波切有几个喇嘛来啊？去年来了一位七八九喇嘛他说他快要变成仁波切了人家多久的训练。那你想想看，各位，你现在这样就修财神法，那个八九喇嘛他修财神法，可能修一修旁边就有一块黄金跑出来，那有可能。要这样修，旁边也会有一堆不知道什么就是啊。你要知道，我们没有那样长时间的严格训练的理论，也没有经验，也没有磨练，也没有，你怎么成就嘛？对不对？就凭着这样的半截半路杀进来就有一个灌顶，包括红包给人家，那你的法就会成就，就这样吗？那大家都不要出家了，不可能啊！所以那个基础啊，我们自己要来。所以我们跟各位讲，佛学院的学生为什么这一会一定要参加？因为这个根本就是修法。那么既然是修法，我们就是要从基础来。现在台湾呢，流行风很盛啊，不但世间在流行什么大哥大、凯蒂猫啊，我连修行都在流行，那就麻烦了，我们不跟着流行，我跟各位负绝对的责任但是你要跟我学我们就从基础来各位现在是很幸运因为有几位发心要当金刚善师的他就要好好的磨练，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正在接受最严格的训练，所以你们都很轻松他不敢把好多事都交给你们做，他要自己来。所以各位只要来参加就可以了，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了，其他事他们都帮你撑了。我是希望以后每个礼拜四的密法共修你要能够来参加，然后来跟他们学习这坛城怎么布置，每一样每一样要怎么发心，为什么要这些，为什么要这样做，要从这个基础来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殊胜处。像我们供养具，我主要跟各位做两种，
一种是圆盘子的这一种，一种是七角形的这一种，这个都是密法修法的一个法器啊，大家不知道啊，会嫌那么贵那么贵，是啊，它是本来就很贵，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历史啊的时间因素啊所累积下来的。本身我们在修法，对于法就要非常的恭敬，我们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样子，这是因为大家的福报，我们各位的福报。跟各位讲，你现在在这里所看到的台湾是唯一的啦，台湾是唯一的啦，这除了当年长安以外啊，大概没地方这个样子的。我们有这样的福报，你才有可能，要不然你再看看啊，你到文殊宫去看看，那些供养具啊，红色塑胶盘，加个高脚的就算很高级了，对不对？我们这是原木漆器耶，汉朝做的，经过400多年被虫咬掉以后剩下来的痕迹啊，唐朝人觉得很美，才把它给工艺化，它才流传到现在，我们才看得到。你像这里所看的这些桌子啊，你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大概只有我们台中道场看得到，其他没了，没了。你怎么知道呢？这个是各位的福报。那我希望各位啊，透过这一层认知啊，我们慢慢的进入状况。每一个东西为什么有象，为什么有狮子，为什么有马，为什么有牛啊，那不是动物园，这些都称为宝，它是什么，为什么，那你要弄清楚啊。哎，为什么女孩子弹琵琶啊，这叫玉女宝，那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要弄清楚啊。啊，那里还要打切个，那个叫长者宝啊，那表示些什么，你要去弄清楚。还有一颗鸡蛋，那不是鸡蛋的，鸡蛋还没那么大，摆个蛋在那里干嘛，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这些，不是要供给你吃的啊，是鸡蛋孵小鸡，小鸡生鸡蛋，鸡蛋再孵小鸡，将来的可以有很多很多钱，不是，这些要做什么，这个就是坛城的布置。透过这样坛城的布置啊，把心设住安住在这里，你会发现从一片宁静的空性中，这些万象起妙用的时候，那你的福德善根呢、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来修学，因为它有相，有相啊就有格局，有了格局啊，那就产生了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地理风水，因为它的形式因此而产生啊，所以你这个地方要怎么布置，它才会和谐。我们不必从啊那个地理风水的这种布置啊跟做法上面去谈，我们不要从这边谈，因为我们不是要学那个部分。但是你从坛城的布置上来看，我们所感受到的和谐圆融跟殊胜，你家里啊自然呢、就会开始转化，就会开始转化。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感觉，你家里的东西摆久了，你会觉得哎，这样好像不对，稍微移一下，对不对？哎，本来在床上睡觉睡一睡，哎，头不要放这边，换过那边，你自己去移嘛。既然你感觉到说不对，好像这样改过来会比较好，你就改过来嘛。土地公有没有规定你不能改过去，改过去又把你抓回来，不会的。这个时候啊，就是你的因缘成熟，因缘成熟，它
开始到要转化的时候。所以当你开始转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变化，那叫做格局呀，起变化。你不用在意，当你这样变化，哎，不对，一连串的事情一再的发生，那就是告诉你这里面有预期的警报，那你要赶快加强做功课回向，你就能够超越。这个就是行者的一种本色啊，他可以预知，这种预知啊叫做低路师啊，是不是啊，给罗塞啊。那要是 high class 的话就不是了，那他一境界要现前他就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一般人，我们都还是凡夫，你只要把心宁静下来，告诉各位，你好好的做功课，好好修法，生活中的很多灾难啊，它都会转化掉，你不要在意，你不要啊心慌意乱，好好的修学，该来的好境界它会一直出现。大概我们可以告诉各位啊，你只要修法，你只会啊，你睡觉的床头转变方向哦，你的好运道就一直到，那个不良的不会出现，不会出现。不修学的人他就会有那种情况，不去投资者一去投资就一塌糊涂，因为他不修学。您在修学，您放心，就算你现在有手中有股票啊，你想一想啊，不要把它卖掉吧，卖吧。卖了第一个礼拜，你说哇，人家一直涨，我为什么把它卖掉？然后你会发现，过一个礼拜以后会直直落，直直落，一直落，落到啊，你会非常高兴。修学就是这样，那个因缘会产生，你会福至心灵，你就照这样去做就好了，那就对了。所以我们无怨无悔，即使说这样子做了决定，也会吃亏。也会受伤，那你也会觉得啊，这个是应该有的报，受报，这个报一定是重报轻受。修学就是这样，我们不跟你讲感应神通啊，但是它就本身会这样出现，而你会觉得非常的美好，这是修学者啊经常有的一种状，一种相啊，那种相状它会这样出现。所以我们在这里先鼓励各位，你要安下心来好好修学。我们在修学当中主要跟各位讲两个部分，一个禅法，一个密法。禅法禅堂里讲，现在在密坛，这个叫密坛啊，现在你所看到的四周的布置啊，这个叫曼达拉啊，叫曼陀罗啊，曼陀罗的布置。只是在道场里这样的布置啊比较完整，比较完整啊、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殿啊，三个部分啊统一运作，所以一伙变禅堂，一伙变密坛啊，那我们只有这样做啊。当要密坛的时候，禅堂的就暂时停止活动，然后那禅堂要活动的时候，密坛就暂时停止活动，就只有这样。这个就大家委屈的地方，戒律跟净土的修法，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跟各位啊开展这个法门。好，我们休息一下。